That's here for Shohei. 日本人的骄傲大谷翔平先发面对西雅图水手，只是首打席就被 J.P. Crawford 轰出阳春弹，只是放过手肘韧带的大谷很快稳定下来。There it is. Oh my goodness. 大谷翔平连飙三 K 结束一局上，到了第四局，大谷再演出精彩三振秀。 Over the top of a split-fingered fastball. 水手大物 Jer Kelnick 吞 K 后气到摔头盔，镜头拍到大谷翔平也吓一跳。六局上大谷再靠绝杀只差球三振 Kyle Seager， 整场比赛先发六局猛飙十次三振，而且写下过去19场比赛首次没有送出保送的记录，顺利拿下个人本季第二胜。そうですね、まあ球速というか、変化球の切れ自体も。 落ち着きてはまあいたので、まあどのピッチャーもそう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ので、まあもう安定して、7回以降しっかり抑えれるというところを見せれれば。6局投不到89球就退场，大谷说要证明自己可以投到7局。至于效力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的台湾好手张玉成，对战精英队虽然没有被排进先发，但第9局上场代打乔安，但可惜反攻无力，以1-3败给精英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